每年的跨年烟火秀总是很多人非常的期待，你有看过吗？我呢是实际有一次去采访，就这么一次而已，而且我是到85楼去采访，那时候就可以感受到烟火喷发的时候，它都是从我们体内喷发出去，因为我是当年被派到85楼101里面的85楼，在那边直接要连线，所以我对于101的烟火大概就是这个记忆，然后觉得很震撼。那今天呢，台北101就公布了万众期待的这个烟火模拟的影片。那烟火，客家话的烟火怎么讲呢？第二片出来搞太嘎，咻咻咻的烟火，哈嘎发去完之后，天法抛，天法抛，记得这个字天花炮，天花要念一起哦，不能天花炮，所以是天花炮，天法抛，天法抛。那发射烟火这个烟火秀的这个动词，它就是打，所以加在一起就是大天法抛，大天法抛。那烟火秀呢，就是天法抛咻，天法抛咻。那101它就公布了这个60秒的模拟影片，咻咻咻，很震撼。那这次呢，烟火放置的时间呢，就会跟去年一样，总长放5分钟。哎，天法抛大5分钟，喊够亚百威大16000发的天法抛，16000发的这个烟火。